其实老师跟我等下当阁加放几条歌啦，我等下下到时等当阁时间。伊后壁最后一个主题是国族史，当然要不有做正常诶迄落一个，想做一个国家诶社会，但是我感觉历史是足重要诶，所以啊今仔太多我讲过就是。等来到家，明仔载是二二八啊，因为我有参与过迄个家己的迄个二八基金会的访谈历史，所以听着足侪故事啦。啊，但是拢无机会去人讲吼，所以用心甲这个故事记落来。好，我唔知影大家真做家己人，敢知这个人叫做潘木基？哎，知道人可以举手一下吗？好寂寞。你若讲简介，也是讲梁文清无人知影个煞吼。迄个家己人一定爱知影这个人吼，他都有介绍偌好嘛，偌好人拢讲伊是中华的妈祖，想到要叫伊中华的妈祖，漳州一个医生无咧甲善良人收钱，偌好迄个时阵伊伫中华吼，啊，迄个连南投的原住民拢知影讲偌好一个中华，足疼痛迄个善恰人，有那个原住民吼，为了让偌迄个偌好看病用行行到中华。啊，迄个偌好无甲收钱，毋但仅互伊药啊，佮用迄个提钱互伊坐车倒去。为什么他要被叫做脏？迄个脏话妈祖，就是有弄安尼。啊，迄善良人来借钱，提药无钱，伊过年进前当人讲迄个过欠过年的衰嘛。啊，很多借据他都在除夕那天就烧掉了。伊无咧也代迄个善良人收钱诶。啊，其实台那个嘉义也有这样的人，可是他在二八被杀死了。啊，潘木基遗书。人迄个时阵拢叫木基仙，人嘛讲伊是家己妈祖，啊，伊就住伫中山路，迄个旗下遐有一个相声医院，大家毋知影，即摆已经拢变移居啊，菜市啊遐。啊，同款迄个，他伊嘛是留日诶，啊，迄个时阵伊嘛是拢无甲善良人提钱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叫伊中华妈祖，叫伊木基仙诶，啊，一样是留日的，所以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，但是拢。第二，把除了咱熟悉的陈定波以外，其实有足侪人是安尼。啊，我看到迄个历史的时候，我特别对潘木基做有感觉的吼。第一是我喜欢偌好的作品嘛，医师吼，啊，他也是医师啊。彰化有彰化妈祖，其实嘉义也有，吼，这是我对伊第一个感觉。第二是伊是含陈定波同款，拢是伫火车头往站头。啊，我看那个嘉义的那个二八口述历史的时候啊，迄、那个。因囝叫做潘信山，那个潘信山他就讲说，因为那个时阵吼，张旭的时阵吼，然后斩死前要带那个很封建的那个牌子，白色的，啊要游街，就是杀鸡儆猴嘛，游街中山路安尼踅一下，啊到火车头，啊就捧庆山，庆山了三天袂当休息，啊过来迄个就是这样曝尸，杀鸡儆猴。啊，迄个三更了，家人才可以去收尸。那个时候，潘信山他的儿子潘信山就说：“爸爸死的那一天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规个中山路是不是？我等下讲游街嘛，游街之后在火车站被枪杀。可是游街的时候，大家知道他要死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大家香举起来摆，大家百合花摕起来，然后。”潘先生就讲，伊若是闻到迄个百合花的味，伊就想到爸爸。因为迄个时阵中山路拢是香的味，拢是百合花的味。啊，这么好的人，因为所有几乎家里的人都被他照顾啊，照顾过啊，拢看过伊的，互伊看过病啊，拢无收钱的一堆嘛。啊，所以安尼的人，迄个无去啊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遗书，这个。等一下，这首诗叫做《魂状》，想到去休息叫做《魂状》。那个口述历史来对的是有伊的遗书，啊，遗书写哩对，迄、那个根本无纸嘛，玉竹，迄、那个狱中来了无纸嘛，啊，因为那个玉竹，家己顾迄个玉竹是嘛是互伊照顾过的人，啊，所以迄个玉竹就知影讲，怀孕妈在咧请神吼，啊，就迄、那个玉竹咧食薰，紧招薰，啊，就家讲怀孕我迄、那个。你写伫遮，我一定想办法甲你摕等去，互你厝内。啊，就写在那个金招婚的迄个纸底安尼，啊，所以短短的。啊，你来看伊遗书是无，他没有觉得自己是死得多卑贱或者怎么样，他伊就是做，伊讲，第三，诸路车要呼用，
使其成人，无只是为着市民，市民之亡，心碎是有用。伊感觉足公益的，吼，然后叫妻子要好好的抚养小孩，家门自重，不要自暴自弃。伊就干单干单，嗯，这个意思安尼。好啦，讲太多我都迄个无法度吼，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人啊，我迄个来读这首诗叫做《滚转》。滚转，啥我看无起意思。你永远藏伫内底，就算分人的分离渐渐过。你煞回来迄时，真侪人认袂出你身份的面。有的偷偷在问，有的点点议论。无啥的日子，分阿替你暗藏秘密。分已经维持面点钟，迄天早时的中山路顶，人客目。人客甲白白，也是空虚。了后，无阁看到你四界往进，散车人唔敢阁凊彩破病。规个假期，规个春天，变甲冷冷清清。分后互历史底边，像一张虚伪的纸，纸内正面花花，今朝分的模样，一直流转的年代。错乎时间，卡点车头，未赴未去交替。纸的倒面下下写无到位，故事交代无离，笔水早就无色。一张无离死的纸，隔开两种国度的人生，隔开两粒星夜日，隔开热度退烧的爱情。你的身世，就像一张破碎的纸，简单注解的意志，讲你永远相信，讲你感觉光荣，讲你要一直陪伴这个绝望悲观的城市。你的秘密就像这张厝边的纸，人讲这是最后一遍，换你替家己开药单，做先就袂阁有艰苦病痛。这是写予潘木基的诗，迄个诗吼，迄个印象就是，迄张纸虽然是薄薄的一个遗书的纸，可是两个时代就这样被隔开，一个也是有太阳起的时代，一个是中国来的烈日的。满天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我唔是咧批评国民党，唔是安怎？我意思是讲，迄个历史咱来知影。啊，啥物咱的历史伊后壁就迄落讲嘛，迄落故事交代无离，吼、哦，早就无熟，一张无离死的纸，头拄讲过。啊，迄落头前是讲，无啥的日子分阿替你人抗病。其实1947年发生到迄落，头拄讲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。不也戒严40年，我们都不能讲我们的故事。你杀了多少人都不能讲，这代志根本无法袂当讲提原谅。你也无你讲啊，好难原谅，唔知真相是变哪原谅。我感觉这不是哦，我今仔做激动还是安怎？其实你去更去了解历史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思考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潘木基。啊，其实我后面几首诗拢是李白的故事，我借迄个诗来讲我头段迄个时阵。访谈的时候听到一些感人的故事吼、哦，啊，跟大家分享。这一首诗跟下一首诗《比翁情》甲诶《落雨》迄日其实是夫妻作。啊，《比翁情》是迄个时我去想诶，访问李白。我刚刚28的文学很多，可是用女性的角度去写就少诶。啊，迄个时阵我去访问的时阵，可能是28的遗孀啊，或者是说他的媳妇。啊，问起来人，你会感觉替因做唔甘的啦。啊，这是我迄个时阵访问的时阵，用迄个遗孀的角度来写这首诗，好写一群少年人来听我讲迄段袂当讲的过去的迄个心境，模拟因的心境来写这个诗。比翁情，比翁二八受人家家属。因来，伫到50年前，烧香有风，找到惊吓的暗暝。问起你的身世，你的行踪，问起日夜交替无眠的迄几天，咱的城市倒着偌重的红，又阁怎样褪色？因过来，看到乌白相片内面，你的笑容，甲你身后的风景，停困伫少年人青春的热天，毋是热天。彼冬变到真寒，真侪人也无愿意如此的疲乏，提烧烧的肉身，
藏入恁自己的涂骹。有的藏袂赴，一半面目体现出来，互风口，互人看。还阮也是藏袂赴的人，只有决心伫顶涂骹顶悬站话，继续暗藏你的消息，以及你因为寒所讲袂出出的话。时间并无歇落，一冬经过，又搁一冬。你也无交代要唱咪偌久，因来亲像来听我唱曲，即块曲放伫心肝上底站，真久拢毋敢放松。阮嘛无爱唱到遐悲伤，只求甲历史同调。阮是你的美梦人，美梦为了见证。这是用迄个二八的遗孀吼的角度写的，其实这内底写的。譬如讲，伊个先生吼，其实拢是像他都在普罗宾种知识分子。其实嘉义很多迄、那个就是农民，安尼走在一起，去春节的餐醉，啊两个人行做伙就去用庆赛，然后就站在那个农田里面，啊就不知不觉就无去，迄种人就侪诶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开始讲迄个毋是热天去当变甲真寒，三月足寒诶嘛。啊，有的人就这样子，就跌入路高安尼，啊，其实就不知不觉就无去啊。啊，可是要去找因翁回来，搁找无，啊，找无搁袂当讲。啊，然后因为甲二二八有关系，所以因只要恁翁死去，恁的啥物人死去，甲二二八有关系死去，你就要隐姓埋名。所以我觉得那个遗孀，伊爱行过一家子，然后他要怎讲，迄、那个忍着不讲。你像陈澄波因太太。为什么陈澄波伊迄个照片有留落来？伊迄个弹孔迄个照片有留落来，伊是偷偷翕起来，然后迄个到高控年代时，伊较敢摕出来，互人看。他为了要留下这个历史，伊爱，因为周围可能亲戚朋友就远离他们嘛，所以伊即死的人就死了啦。伊就无主要去排迄个历史的重量，但是我来的人其实足拖磨的吼，啊，所以这是用迄个李峰一个角度来写，啊，下一首啊，落雨迄日，是迄个替爷先生的亡魂，吼、哦、来安慰他的妻子的迄个故事。啊，我先来写这个故事吼、哦，这其实这拢是十年前写的物件。我其中有一个故事，我最难忘的，就是咱知影博爱路。就是二八七，那个谁，北回归线的那一条是博爱路嘛，吼，而且博爱路今嘛看安尼较大条，其实那边是死最多人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最上地流的一些啊，他迄个军队下来就乱射，所以其实遐是上侪，台上侪啥物，对人讲幽灵宫庙，其实幽灵宫就是拢会拜这种亡死的人很多啦，吼。啊对，啊，迄、那个罗岗是即摆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也无啥，无啥物历史记忆。啊，其实迄个罗岗是有做淡的迄个历史吼。啊，我听到的故事是安尼，就是我去访问是一个，他不是你嘛袂当讲伊是受难者，伊是亲目睭看到的人，一个李君水老先生吼。啊，伊安怎坚定呢？伊是去给兵仔掠去，啊无甲伊枪杀，吼、哦，但是叫伊创啥？因为那时候死了很多人嘛，大概三月初之后开始乱射之后，整个博爱路那里全部都是全部拢死体，啊，搁当地落落雨啊，拢死体，无人要收安怎？就爱叫人去收啊，啊无人啊，兵仔哪有去收？就找那个民家随便抓，吼、哦、啊，无爱互你食，就迄落几啊天无互你食，啊然后迄落就叫伊安尼收尸。啊，迄个李君水老先生，他是唯一留存，我唔知伊即马够有伫咧无？我十当前听伊也是，他是唯一留存的，就是有扛过尸体的人。啊，伊有讲，迄个时阵那个博爱路那边那么多尸体，啊，因为迄个落雨，啊，佮进不也刚等你了。他说他现在还可以听到，就是迄个因为落雨，所以那个分离嘛，身体跟内脏分离，伊咧跟迄个时阵，安尼落，他现在还可以听到那个声音，就是。因两，譬如讲，因两个人，吼，一天爱扛几十具的尸体，然后在那个博爱路哪一段我忘记了，博爱路的某一段挖那个路沟，把所有的人都放进去这样。
啊，那放进去的那个意象啊，你个跟马场顶是同款的，所以遐迄只嘛，真少人去找嘛，找无啊，敢那有一当时有找到迄、那个，就是讲，突然被挖到这里，怎么那么多骨头？啊，其实那个就是那时候乱葬的吼。啊，这首诗就是迄、那个来对模拟那个被就是无辜的农民，然后他被枪杀之后，野灵魂。就是不知道怎么办，他要去安慰他的太太这样子，就是讲迄、那个，那我来登，就是登去看伊迄个，我念出来，但他应该可以体会迄个情境吼。好，落雨迄日，退一日班，李兰姐变二郎人。落雨迄日，天气熊熊寒冷，田头种水无顺，田尾稻花未水。阮才北离，尤其才煞，日子免阁疏开，就是疏开是战争起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疏开嘛。啊，想说新时代的时候，大家稳定啊，日子免阁疏开，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。日头倒啊未落山，哪会看无残花，找无伊我。我无张无离，活入路沟，伫落雨迄日，雨水啊当路顶，点着的粉骨也未倒尽，怎样这个黄昏？比一般时过了较紧，敢是迷茫？若是安怎袂有清醒？我看着猪头变做青梅刀，溪水准水转落，薰叶着花染着红，鸡仔鸟仔也袂赴走向。彼日了后，月亮着点点毋走，记在风头，无管户口，徛伫天边，陪你等候。已经袂记这份味。煞亲像闻到你煮暗顿的香气，只是我的双脚春拢袂直，两对目睭天拢袂开，请免替我惊疑。伫沟底有真侪人做阵，你睏袂落眠的时，我拢会转去看你。因为迄个博爱路遐，伊过就是水上嘛，水上遐拢见昏呐，嘿，种烟啊，然后农民就是会，譬如黄昏的时候，伊会摕昏骨点火嘛，啊，就去巡残水啊。所以那个魂骨是那个烟的那个，所以是就是水上甲遐的迄、那个，就那边的农民的那个一些意象在里面。爱讲，他反而去安慰伊的妻子，讲你免烦恼，我拢等你看你。伫高底有真侪人做阵，然后双脚我想要等你看你，但是我双脚寸拢袂直，两对目睭天拢袂开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嘛。然后迄、那个沟那么小，要待遐侪人。就几乎就是大家挤在一起，这样是那个意象吼。好啊，这首诗我的朋友改做做歌，嘿，请大家当听看卖。残魂犹在未遂。
有些人才啦，阮有去访问安尼。迄、那个，我希望，就是我家己在写这个诗的时阵，我家己希望伊迄个时阵看作侪二二八的历史嘛。啊，但是其实作侪迄种，互人会感觉讲是控诉的语言。其实我嘛感觉唔是啦，就是讲，迄历史的真相本来就爱调查好清楚，啊，公诸于世嘛。啊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讲，台湾的社会已经有政治的口水不加乌烟瘴气啊。啊，所以变我去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甲这个。故事吼，给留落来，所以我是用较我感觉较温柔的方式吼，去甲用我家己的，我感觉我家己听到的故事，用较温柔的方式去纪念迄个二八的这个节。啊，我感觉迄个一个历史资产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，我们把这个历史记起来，然后咱的艺术家也当用这個去做文化，去做艺术。为什么德国柏林或是希特勒那么多电影出来，但是二八我都有。有搁较好诶艺术作品出来，我感觉这是就是兜兜历史会真常开了，咱诶文化会当借历史来提升。我感觉迄是一个民族诶文化、民族诶艺术用出来迄个可以提升的部分，这样子。